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，富而不骄，贵而不淑。这一眼撩拨谁的心弦？你要娶我吗？你要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吗？这一次终了谁的眷恋？奉旨授予皇后册宝。她就是大臣为国选的皇后，我就只能接受这个合适的皇后。她是被迫娶了我。谁独奏琴瑟，却无人和鸣？这里是后宫还是前朝大殿？你是我的皇后，还是御史中丞左思谏右思谏？有耻有辱，做什么美梦？谁倾心折马，绕半生光阴？我现在不想去对着这位十全十美的皇后。她不想让我做她的妻，那我便好好做她的丈夫。